活趣事多，老王来说说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王说说。昨天12月23号，2019年春运火车票开售，我们又迎来了几亿人次的大迁徙。关于春运，相信大家都有各式各样的非凡经历。人才啊，买票自然是头等大事，所有人都想回家，可车票是固定的，就在那里。以前买票只能靠排队找票贩子，自从可以互联网购票以后，就出现了一个新词儿，叫刷票。关于刷票，专家给出了3点建议。首先是错峰出行，避开抢票高峰期，例如广州、浙江、上海、北京等的旅客可以选择在腊月24日之前或腊月27日之后返乡。第二，勤刷票，注意捡漏。捡漏最佳时间为放票后30分钟，发车前1至2天，退票期限最后一天，晚上22时至23时。第三，跨站买票。12306的放票规律是大站票源多，小站票源少，建议选择临近目的地的大站作为抢票区间，避开热门车站，提高抢票成功率。祝你们抢票成功！除了买票，那就是安全了。老王听朋友说，春运是盗抢案件高发期。打劫！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，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。一年到头，三只手们就等着春运发家致富呢。一定要保护好自身和财产安全，尽量少带贵重物品。哎，你们谁是贼啊？打出来给俺老乡看看！这些年，老王已经不怎么溜达了。2004年亲身经历过一次春运，那一路可是艰辛至极，在徐州站竟然睡过头了。换票的时候，亏了一位操天津口音的老大爷帮忙，才踏上了回家的路。最后连句谢谢都没说，老大爷就消失在了茫茫人海。那一路除了大爷，还有很多暖心的事情。车站的工作人员给老王安排了休息室，还能提前上车，一路上得到了贵人的相助，才顺利的回到了前安。真的很感谢那一路所有帮助过老王的人。10多年过去了，你们都还好吧？好人一生平安。英文怎么说？ God bless good man。 生活趣事多，老王来说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